学校捐了物资给慈济功德会，哇，棒棒！那我哦，们还有请又来了，同学，新国中那生，我们有六大箱，有六大箱的衣物，物资给慈济那功我们德会会，后呢就会直接就是交给慈济功德会。哇，好有诚意哦。这六箱衣服呢，是我们在这一个月之内呢，由学生社团所发起的活动哦。那大家都非学常生社踊团跃的，哦，一听到很有优这样秀，子的爱心活动呢，都非踊常跃的的，收入，每天呢就赶快呢整理自己家里的衣服，想要送一些温暖给需要的所有的那个民众这样子。棒棒，哦，很有意思。那我们谢谢同学。那我们的会长，我想请会长给加份一个爱心的评分。